石总，找我什么事？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旁边那个女记者呢？啊？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女记者去哪儿了？叫我过来是为了打听秦时月，她刚才正在看秦时月。啊，你找她，她刚出去了。需要我帮你联系她吗？嗯。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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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急！完了完了，这么快就要找我回去吗？喂，小月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外面的大厅呢。我没走远，是要我回去吗？啊，你身体不舒服，已经回家了。啊，我没走啊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这么麻烦，不用回来了。舒怡姐，你说什么呢？身体要紧。你好好休息，那我挂了啊。哎，我哎，啊？石总，他已经走了。去哪儿了？你管他呢，他身体不舒服，回家了。他哪儿不舒服啊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他有总裁恐惧症。什么？就是看到你这种大人物，他就会喘不上气，胸闷气短。哎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看到你就心花怒放，欣喜若狂，兴高采烈。石总，下半场开始了。难道我拿的是后灰女配的剧本？